藏本愿度众生，因果轮回不灭。欢迎收看《地藏经说因果》。在上一集的节目中，我们介绍了两个跟邪淫有关的故事，其中一个主角因为不是真诚忏悔，最终难逃恶报，甚至赔上自己的性命。另外一个故事的主角则是及时悔悟，躲过淫欲的诱惑。真久以前，有一个好家人，厝内生一个查甫囡仔。伫这个囡仔出生的时阵，有一个师父对因讲，这个囡仔甲佛真有缘，将来一定是一位持守戒律的佛弟子。希望等囡仔较大一点的时阵，恁会当将伊送到寺院来修行。五年了后，这户人家果然将这个囡仔送到师父的寺院做一位小沙弥。师父叫这个囡仔明空，讲来也奇怪，自从明空进入到寺院修行，整个人拢转变，原本静不下来的个性，突然变得真稳重。只要给伊一本佛经，伊就会当卖吵卖闹。坐咧读几工，十年过去，京城内底有一位礼敬三宝真出名、认真学佛的男居士。伊对少年开始，伊就咒山要终身供养比丘，所以伊逐工拢会派人送食物到寺院供养。有一摆，男居士因为临时收到通知，一透早就起床。带伊的太太，阁有几啊位家丁，出发去到隔壁镇参加宴会。厝内留下伊的查某囝黄宝珠，因为实在伤过匆忙，男技师竟然未及时交代其他的人，爱送食物去寺院。到了约定的时间，因为一直拢无人来，师父就派明空去技师的厝。出发进前，师父一再交代明空，出门在外，唔通未记起家己的身份，爱时时刻刻遵守佛教的戒律，千万唔通因为一时的贪念，就害了家己这么多年的修行。明空虽然感觉伊家己只不过是去乞食物，师父有一点啊大惊小怪。但是伊也是将师父的叮咛谨记在心。到技师的厝，明空对来应门的家丁讲，伊是要来乞食物的。对方这个时阵才想起来，今仔日的供养也未送去。伫厝真无聊的黄宝珠，平常时真少出门。今仔日难得有贵客上门，伊就要求伊要见明空一面。一看到生得真清秀、文质彬彬的明空，伊感觉伊家己动心吗？在黄宝珠的脑中，忽然有一个想法：若是会当甲眼前这个人共度春宵，毋知该有偌好。所以，伊就伫明空的面头前，一直展现家己的美丽，企图要引诱伊。《佛说四十二章经》中有一段对于淫欲心的描述：爱欲莫胜于色，色之为欲，其大无外，赖有意矣。若使二同，普天之人无能为道者矣。佛陀说，在财色名食睡的五欲中，唯有色欲对我们的影响最为深重，因为对一般人来说，色已经是一道很难跨越的关卡了，更何况是要严守佛门戒律的出家众呢？明空面对黄宝珠的引诱，自头到尾拢无动心。看到伊的第一眼，明空承认脑中确实有闪过伊生了真好看这个想法，但是。这也只是对美丽事物的印象，伊并无产生任何的邪念。一开始，黄宝珠突然靠近伊，用美色引诱伊的时阵，伊也咧想讲，
这位姑娘是不是破病，要是没那一直对她逆目睭，整个人又无咱一直想要往她的身上靠过来。但是就在黄宝珠开嘴讲一段话了后，明空才知影她这样做的目的。黄宝珠故意的接近被明空闪过，她也没生气，颠倒声音更加温柔对她说，家己对伊是一见钟情，而且因的厝真好个，伊的老爸有真济真名贵的宝贝，这物件未来拢是伊的嫁妆。只要明空愿意还俗，伊不但会使拥有少年佮水的太太，佮会当成为京城内底上佳好个的人。黄宝珠在讲话的时候，明空就将面上的笑容收起来，他用严肃的面对黄宝珠说，他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，也绝对不触犯戒律，爱黄宝珠离他较远的，不用想要用他自己的阴欲心来影响他，迫害他的修行。面对明空的歹面色，黄宝珠一点仔体意都无，颠倒感觉伊安尼更加有男子的气概。趁着伊无注意，伊就走过去将伊揽咧。伊愈揽愈暗，明空根本都揉袂开，所以伊归去就徛伫原地不动。伊对黄宝珠讲，以前也捌发生过有 BQ 被引诱，甘愿家己跳入火坑，也无愿意做犯戒的代志。唔那安尼，在历史上也阁有真济出家人为着要遵守佛门的戒律，牺牲家己的事件。既然这些前辈因拢做会到，伊身为佛弟子，哪会使被邪淫打败呢？爱欲之人犹如直去，逆风而行，必有烧手之患。佛陀告诉我们，纵欲贪爱的人就好像拿着火把逆风行走，灼热的火焰最终一定会烧到自己。情爱对人来说有致命的吸引力，就好比飞蛾扑火，明知道前方有危险，却依旧渴望光明与温暖，不顾一切地飞扑过去。不管明空说什么，黄宝珠一心一意只有想到要得到这个人的念头。明空还个少年，历练也较少，只是他不知道应该要安怎处理才好，所以他目睭客客专心思考。黄宝珠还在想明空怎么会突然不说话的时候，他就将目睭剃开了，笑笑对黄宝珠说，伊知影家己应该爱安怎做。黄宝珠非常的欢喜，认为是伊家己的美色彻底迷住了明空。伊想要将手放伫明空的面的时阵，明空阁讲，伊毕竟是出家人，无适合伫大厅甲女人纠纠拉拉，所以伊要先去房间，将家己应该爱做的代志拢先完成。等到黄宝珠将大门关起来，到时阵才入去甲伊相会就好。好不容易说服了明空，自然是伊讲啥物拢好。后来黄宝珠就先离开，明空转身行入去房间了后，伊先是跪咧合掌，向佛陀涅槃的方向拜了几拜，然后对寺院的方向向伊的师父道别。明空真坚定说，伊身为一名佛弟子，伊逼不得已才假意答应黄宝珠。伊要向历代的高僧大德，也阁有伊上敬爱的佛法救传，家己永生永世拢袂舍弃戒律，会虔心修行。如今伊就要舍弃这个身躯，伊只愿会当往生净土，终有一天
会当圆满证得佛道，表达完家己的意志，明空拿着伊伫房间吹着的一支刀啊，往家己的颔棍划一刀。等到黄宝珠入来到房间，什么声念拢消失啦。看到倒伫伊面头前明空冰冷的身体，伊总算是清醒。伊跪伫尸体边啊，真心忏悔，哭甲非常伤心。隔天，蓝技师知影这件代志，伊不断责备黄宝珠，伊即马感觉真后悔，所以伫咧为明空举办的刀笔画会上，黄宝珠根本都唔敢现身，伊偷偷啊秘伫后壁观咧。当伊闻到对发挥现场传来的阵阵花香味，伊做了一个决定，伊要剃刀出家，逐天伫佛祖的面头前为伊的罪过反省。世尊曾说，学道之人不为情欲所惑，不为众邪所伤，精进无为，无保此人必得道也。发心勤修佛法，最怕被各种欲望邪知邪见所迷惑，能够做到全心全意的精进修持，才能够得到正果。佛陀也在经典中提到，不沉溺于邪淫的人能够得到五种福德，分别是受到众人称誉，不为县官，自身安乐，死后升天，清净无染，得涅槃道。虽然说食色性也，但我们也可以透过修行降低欲望，不让自己被欲望迷昏头，做出无法挽回的过错。一部记载万物众生生老病死的过程，融合地藏王菩萨的大悲愿和诸佛菩萨的见证。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，是佛说的遗嘱，是做人处事的教科书，更是学习因果的重要经典。请护持地藏经说因果节目制作经费，划拨账号42274784，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东朝年间，玄奘法师对西天取经回来，为着要翻译伊早回来的大量经册，皇帝就伫全国找20几名有翻译天分的比丘来帮忙。后来法师阁对内底拣出9个文章写了袂歹的人来协助伊翻译经典的任务。辩机和尚是内底上界优秀的译经师，伊受到玄奘法师的重用甲喜爱，也成为伊的大弟子。法师甚至也予伊负责编写伊家己伫这19年来行遍西方各国的所有的经历。歌阳公主是皇帝上界疼爱的查某囝。伊16、17岁就嫁予当时宰相的后生帮伊爱，对皇帝的安排，公主是真无满意，因为伊喜欢的是有读册的文人雅士，根本就毋是像帮伊爱这种无爱学习、只有蛮力的武夫。可惜有皇帝的疼爱，公主嫁到房家以后，甲较早同款。要求房家的人看到伊，一定要向伊行礼，所以公主甲驸马迄边的关系一直拢无好。有一摆，房伊爱奉皇帝的命令，带公主去郊外拍蜡，正拄开始无偌久，公主就讲伊真忝啊，想要休困。但是伫只荒郊野外，哪有会当休困的所在？想了真久，帮伊爱才想起来，最近真出名的辩机和尚，伊就住伫离遮无偌远的所在。本来也咧想，突然过去，敢会想叫了对方？但是公主已经等到无耐烦，伊只好将人带去辩机和尚迄边。公主也是到位了后，才知影这是辩机和尚独居的所在。
一看到变机生甲真缘投，温和自身的模样，公主亲像是失魂共款，互伊买去。帮伊爱的心内，也搁咧想，拄只才进行到一半的拍蜡，所以伊也无去注意到公主的态度。真难得看到公主无反对，伊就将公主甲伊的查某囡仔留落来，人就先离开。我们来到这个世间，都是因为欲望。如果没有欲望，就不会投身到人界，也不会在六道里轮回。正所谓情不重，不生娑婆；爱不深，不堕轮回。欲望是烦恼的根本。经典中说：“财色于人，人之不舍。”比如刀刃有蜜，不足一餐之美；小儿视之，则有割舌之患。如果我们对财色过分迷恋，就无法自拔，最后深陷在永无止境的追求中，不断沉沦受苦。徛伫变机和尚的面头前，歌咏公主表现出避暑的表情，为着拉近和尚的距离。公主一开始也故意跟甲佛法有关系的问题，无想到，不管是对一方面的知识，辩机和尚拢会当讲出一番的道理，这也让公主对伊更加喜欢。相处下来，伊发现公主根本都无像传闻中这么无礼貌、骄傲、自私。等到伊也甲公主有同款的思考，所以两个人在交流的过程中，辩机也对公主产生无同款的情愫。知影辩机对伊也有一点啊情分，公主不断向伊表现家己的魅力。迄天的下暗，两个人就发生关系。这段无正当的关系持续一段真长的时间，后来理性压过欲望，两个人也明白这段缘分终究是无法度长久。尤其是两人的身份阁这么特殊，一旦发生什么代志，拢会受到真侪人的关注。所以就在最后一摆温存的时阵，两个人就约定要结束这段关系。然后公主就将伊上界珍惜的玉枕送给辩机，希望伊只要一看到这粒枕头，就会当想起伊。慢慢无想到这件代志也是别空，因为有贼偷将京城内底的大户人家拢偷过一遍，所以官府真重视这件代志，也成立特别小组来查案。拄好伫一堆真名贵的赃物内底，都有迄粒玉枕，而且贼偷阁讲，这是一堆变机的厝内偷起来的。一声人情甲物情拢有啊！非常生气的皇帝马上就下令将变机腰斩，就连公主身躯边十几位奴婢也拢被判死刑。公主虽然无被处罚，但是变机的死带予伊真大的打击，伊开始沉迷伫蓝色中，而且伊找的每一个人，拢有变机的形影伫个。后来，因为驸马帮伊爱参与着皇主谋反的事件，歌咏公主到最后也被处死。一念淫心祸无殃，俗话说：“百善孝为先，万恶淫为首。”孝道是佛法修行的根本，淫欲则是轮回的根源。因为男女之间的情欲，所以才会有所谓的生命轮转，这是一件相当正常的事，但也因为这样的情感发展出不正当的男女关系，破坏了正常的伦理，所以才会说无止境的贪欲是万恶之首。感谢您的收看《地藏经说因果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